听见冬天的离开，我在某年某月醒过来，我想我等我期待，未来却不能因此安排。刚才的新月新曲不落，谢谢大家来支持，谢谢大家喜欢，然后新的一年我会继续加油，然后本来会有舞蹈表演的，但是因为时间的原因我要去机场了。天，我的谜底会解开。